哦，牛了，无级别，兄弟们看成就，我操，这成就不要钱，无级别有手就行，不需要运气啊，一周五出俩。王哥鉴定一件装备能卖出500万，你想换个媳妇儿啊？你就是没有格局，有格局的都是换个媳妇儿买个500万的装备，一点志气都没有。操，能给你买500万装备的啊，女神应该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，往地下停车场走，往宾利旁边有走，没准他有50台。424-420-466-420-441-453，466河东狮吼，420加敏，420白板，420体耐。今天又出无级别了吗？这个又用得好，好像我天天出一样。老板，我鉴定的无级别其实也挺多了。我跟你说，就是自己用自己签名的军火，因为它要囤很久，所以说前面的就过了保质期，不爱出无级别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大哥，牛了，无级别！我操，无级别来开会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人品守恒定律啊，直播真的不在于时长，在于状态，在于感觉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月虽然是我直播的第二天，但是我已经出了两个无级别了，兄弟们，公屏六给我扣起来啊！130级或者是140级的无级别双剑，这把武器的价值在25仓库面前的绝对成本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打造者是自己的名字，来吧，牛了，无级别黄景瑜强化打造。哦，牛了，无级别，兄弟们看成就，我操，这成就不要钱，无级别有手就行，不需要运气啊，一周五出俩。完了，无级别 CD 要拉下去了啊，109+34+19+120，282出的无级别啊，史上无级别最短的一次 CD 282啊，还是6月7号，一天出俩无级别之日了。这把武器的话应该是在3万啊，应该是在3万。